我不想离开他。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不会离开他。我要跟他结婚。您昨天晚上没睡好吗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你脸色也好看不到哪儿去。 您想说什么就说吧，别憋着。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是谁先跟谁表白的？是简单谈个恋爱，还是要结婚的？真的同居了吗？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你陈阿姨？还有你俩到哪一步了？ 现在没外人，你爸也被我支走了，开始吧。开始什么呀？别跟我在这装傻，你从小到大连个异性朋友都没有，现在居然还送人回家，还不止一次。如果是普通朋友，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成亲？摆明了此地无银三百两。这样吧，我也不想冤枉你，现在当着我的面给他打个电话。 不是关系好吗？不过连个电话都没有了。你妈沃可是个成功的企业家，精明的很，想蒙我，门都没有。也就不到两个月吧，但是感觉像是在一起很多年了。很多年前我们就认识了，所以我急着去新宁也是为了她。她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，就是一个人。 拎着一个行李箱，还有一把吉他。我看他可怜，没地方住，就好心收留他，一人一间房。刚一开始，我还以为他是个大麻烦，但是没想到，是他一直在照顾我。一开始他死活不同意，一个劲儿的把我往外推。 是我死皮赖脸非要缠着他的，我就是想待在他身边，想时时刻刻看见他。我觉得他长大了，跟以前不一样了，甚至成熟的时候比我还成熟，考虑的比我还要周到。跟他在一起，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幼稚，经常会去做一些莫名其妙的蠢事儿，整个人的智商都被拉低了。 感觉活得像个恋爱脑，是他让我成长的，让我知道了什么是责任，让我第一次想为了一个人好好努力，想为了他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，也不知道会不会结婚，但至少现在我不想离开他。所以，不管你同不同意，我都不会离开他。 我要跟他结婚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过完生日就32了。妈，到了这个年纪，还能有一个人让你变回小女孩，多幸运啊！只要你决定了，开心了，就好好珍惜吧。 你说的对，感情比面子重要，所以不用考虑我和你爸。比起你的幸福，别说面子，什么都不重要。 这世界很酷。